随了。好，这个又开大。哎，我怎么就死了？猜一下，其实我要打下去是他杀我，不是我杀他。可能这波大家会搞错，不是我杀他这波。哎，这走位怎么走不起来？我再偷他一个，好像不太可能。他的劫来了，我先溜了。不行，伤害有点高，他这个装备太弱。戏耍子，戏耍子。勾引值，哎，拉开值，不要分散打，知道吧？打这个英雄要分散打，不能集中在一块给他放大，那他很开心，他要放大了，他想放大，你看啊，但我们不给他机会，好，他开大了，以这一波开大，就我们就吸死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吸血就死完了，他主要是人马来的，杀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。这反手就是一个破败皆倒下，不疼，这把没有翻盘的机会。他没打龙，这波金属大师没到，小法来帮个忙，我们可以搞。怎么不来呢？好一波下，好一波下。十四级好像有点难呢，队友怎么挂了呀？完了，这波维嘉立功，这个金属大师守一守。我有走位，我有走，我有走位，滚动酒桶，金身走一走。哎，我操，这个金身开不出来，被定了，但是无所谓。神出鬼没，哦，这 ADC 真的有点不给我啤酒人面子，你恐怕死的还不够。反正我 hold 不住。你怕是死的。大胡子躲躲了一分，现在就是心态，好，可以的，先吃个药，给个轮胎，不着急给大，不着急给大，这波不太能给，这波不太还是不太能给，哎呀，反手这个大，我就问你怎么讲吧，完不完美？我靠，把我秒了。拿这手呼叫一波打野。上没闪现，上没闪现，上没闪现，来就三百，复制三千。哎，嘿，好，来来，看看我，你这么说，他肯定来的呀。哎呀，死吧你！去死吧，去死吧！你还能还手？你还手？你还手？你有本事？你有本事把我杀了？啊！对，我操！我操！哎，大招！哎，哎，完了！搞什么呀？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，哥们？我靠，大哥，不会吧？哦不，哦，你这个太low了吧！
基本操作啊，不需要送飞机。有啥？拜拜。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机会。好。哦，你还手。完了，我兜都空了。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啊？我有点燃的呀，闪送一个，我真的醉了。这个二的嘛，你真一点脾气都没有。没有，你不死，你往哪跑？你不死，你往哪跑？啊，对，我好像打野，真的来了。为什么他打完蓝就来他打野可能还要来，我这波好看到打野了。这把你还能有好运吗？把把都炸糊，把把都能赢啊？不可能的了，这把是不存在再会有失误啊，什么打野帮忙了、啊？我看到打野在中了，该死一次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滚雪球的时刻，那靠运气是不可以的呀。完了，没事，换不亏。好的，只有这样才能装。好，先给他一套，看他怎么说。好，关门大招走，拖大时间，再拖他没办法，只能等死。没闪现，没拉空了。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，有点难也无所谓，无所谓的。哎呦，完了，没关系，我有。哎，这个放的，哇，有大。他这个 Q 放的有点迷幻啊，怎么不往我逃跑的位置放？我一来三团，马上这个局面啊就不一样了。你凭什么杀我呢？他有大了，又想瞄我，我可不是傻瓜。哎呦哎呦，过分了，兄弟，过分了。哎，哈哈。
啊，你死了兄弟，瞧我吧，把我拉开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只能说这小波莫名其妙的死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盾击点不到我，小豆豆距离不够，跑得快，没有加农炮，下一炮我走位，差不多了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心里有数，敲我没事，来敲，盾击走位走位，吸口血，五个点燃了。